阿姨，来个小蛋糕呗，嘎嘎流淌。半熟的。啊，半熟半熟，对，嘎嘎流淌那种。阿姨，这都是啥做的？蜂蜜小蛋糕。鸡蛋白糖。蜂蜜鸡蛋白糖。啊，小马锅热一热呗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基本上都吃过这个蜂蜜小蛋糕啊？我是从小吃到大，哎呦，尤其是我跟你讲，就这个爆汁的，那没吃过的必须得尝一下啊！拍个视频，啊，我给你拍个视频，你拍视频呢？嗯，整个小爆汁的，爆汁，爆干净，爆汁的，这个稍微晚个几秒就全熟了啊，蒸分多秒？三分熟，正好爆汁。大姐，你从多少钱开始卖的？我记得我小时候这玩意就卖两块钱一份吧。我小学的时候，我记得两块钱一份，两块钱一兜。现在五块钱，现在也不贵呀，现在也便宜。你买六块钱。啊，六块啊，六块。哎，一块。好，谢谢。看个流心的，还、哎、有的人不爱吃流心的。你想，这个绝对是爆了以后会比较甜。哎，你这整的，这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哎呀，这是流心的是吧？这回见证一下，这回见证一下吧。这回绝对流心。哎哎哎！别挤，别挤。